同学们，这是什么？小火锅。错，这是喜马拉雅山。多少吗？张晓东同学，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？不知道。是这种。张晓东同学，这次考试又是零分。学霸的快递，哎，来了！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拉肚子，要请假。我去买药。我吃过了。要上厕所。我去换裤子。哎，美女厕所。明天叫李家长来学校。老师，我爸妈都出差了，叫我姑姑来行吗？老师，我姑姑来了。